其实好种啊 ，IG 不会爆种，直接把 IG 掠了吧？不可能！要过来，直接打被动，被动直接秒打出来，还差一下，没晕出来。可惜打了两个闪，还是赚。下路想单吃，闪现亲嘴巴，哇哇哇！上路怎么说？上路很凶，没蓝了呀？有没有饼干？没有。女警不能死啊！女警已经不重要了，对呀、啊，但是辅助死了，相当于女警也死了呀。对，他卢香拿一个头，你怎么玩？给 E 套到了呀！哟，挡得漂亮，皮哈德，一秒识破，差一下，那刀砍歪了，魏没闪，小魏没闪，不会再给卢香一个头吧？完了。卢锡安八分钟九分钟要狂疯啊，兄弟他要表演了啊，这把他真的在说两个字，谢对面的羊粪，要开始泄愤了，这里是有视野啊，直接预判炮到了，又是 Wink 的炮，炮到就没办法走了呀，哎，大猪鞭直接甩位，知道你辅助不在的，位倒了，嘎拉孤立无援，嘎卢锡安四个头 1NM、哦、回家随便火炮，甚至有钱还能买两把350，想要逮武器大师，知道没？爆开大根先盘住，看看谁先扛塔，主要贾克斯大招，哎，三个人在脸上爆，还是死了。还是死了，这个还是随便死了。踢下来还是要死啊 ！RNG 吹起反攻的号角了，德福，德福闪现绑，绑完再回来，回来然后还是等死。德，哎，不过还行，换了一个邦尼，还是 RNG 没那么赚啊。下路扣八掉两个塔，中路还在亏线。他是要补一个什么？补一个影魔刀吗？帮你直接被洗死，卢锡安太肥了，羊肥，领先嘎拉一把火炮，领先嘎拉3000块，这把这么肥做训练好啊，对啊，炮起那个炮起来直接被秒，这卢锡安他妈肥到流龙水了，汤圆也要死，RNG啦，抽个烧奖啊，什么意思？抽个1000大米，牛逼！上路肿起来，杨氏快马闪现躲破绽，杨氏快马，哇，这杨氏快马，我的发，还给个这个视角的，零杠一把2-0的单杀了，这个石头人还被逞了。吉尔德这么注重啊，吉尔德上来点赞的，吉尔德上嘴脸了，想一下待会如果安吉输来就要去他们面前跳舞的，对呀、啊、打之前跳了个舞，打完不会还要跳舞吧，这把真不怪嘎了，我说实话跟他没关系啊，辅助被杀了，辅助被水炮直炮起来的呀，帮你是被那种情况，你想想说 Wink 确实炮有，对，炮的准，接的也准，就只能这样说啊，对，因为被辣美水炮直炮起来是很难的，在没有别的控制链衔接的情况下被直炮起来。IG 这边很懂啊，大猪鞭上来甩给压力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是勾勾。好，偷一个老树盘根，交不交？开始了呀，开始了呀，叶圈，还好被打断了。姿态黑我，黑我什么？辅助不行，老子辅助是不行，怎么了？那、啊，你恐怕误解了吧？他说的是你辅助不行，辅助打的不行，恐怕不说的老子打的不行。我说了，我辅助是打的不行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自己自报家门啊，节奏？这个有点聊不了。哎，无所谓。
结束了呀 ，RNG。谁来跳舞了？戴墨镜了 ，Wink。Wink 墨镜一戴，怎么说？戴个烧墨镜 ，Wink。Wink 疯狂说话，兄弟们，我要戴墨镜了，通通闪开！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相信 RNG。怎么说 ？Give me five。OK， 我给你，我全都给你。不戴墨镜的吗？哦，戴墨镜去机场不太好。2-0，而且第二把赢得非常简单。说句难听的，不是 RNG， 我都想说 IG 在虐科的，只能说还是邦利第二把承担责任，第一把 RNG 都在送，那么大的优势给硬生生给比赛送没了。哎，第二把下路被线杀，导致卢娜肥到无几，可能还是就是一起玩的时间比较少吧，对，配合不太好，等待明神降临。